哎，你看又急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奎特尼下个版本也被削了，被削很正常，他现在太猛了，已经猛得有点超乎常理了。我玩这英雄玩了将近二十把，一把对线也不会输，一把对线都没输过，就是随便打一下就赢了啊！这把也不会例外，大师的铁男 ，OK。这一个英雄对线都劣势不了，那就太变态了啊！太变态了，所以说被削弱，我觉得是举双手赞成，太该被削弱了。这现在超模的有点厉害，伤害贼高，我操！狩猎会有失败，人生也难。突然没助攻。看这换血变不变态吧，他吃药了，我甚至都没吃药。那他换血换得赢我吗？差远了，他换血换得赢我。被追着打，三级就被追着打，兄弟。要知道他可是个铁男，三级被我追着打，这合理吗？这不合理。生六级反杀我啊，被顶死了，他这个控制太久了，现在也没韧性。还有个猛的原因就是现在没有韧性了，被控就是巨久。没办法了，你这个E的太急了，兄弟。不过也不亏了。
一刀就直接 ace 了，我还是说需要推一下呢，我一个 EQ 直接把他爆了，兄弟。这是一个肉的伤害嘛，你就说触不触吧，我自己对线的都说这英雄现在太触了，这不是一个这英雄该有的伤害，我出一堆肉，这个战斗力我操，这合理这不合理，我说我所以我开局我就说了，我玩这英雄玩了20把，对线没有出过一把，不管是打什么懦柔啊铁男全是暴杀越塔，天超魔怪来的，清洁如流沙，矫健如雄鹰。你拉一个十一。不知道你要 R 呀，你看我满血就能直接把他越了，但是我这波还想杀 ADC， 但那边人太多了，开大招呼有点脆哈，直接可以来个无中恨一，然后我再出钱币。这不死啊，这就是奎桑提啊，那死了怎么是奎桑提呢，啊，加个洞，
我去他家里游泳都没问题呀、啊！啊，啊！我被拉进去了。把它变活，那不是坏了吗？啊，可惜，我赏金大穿甲了，打我就有点痛了。正在锁敌，慌什么？从朋友到伙伴，你觉得你弟弟能够打得过啊？哦，有大，哦，这波操作还可以，真没问题。就剩三个人了，那我想去游泳一番。游泳吗？这里不让游。不让游我就走了呗，你看又急。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把对面 ADC 杀了。他虽然说他一下打不动我，但是我开大他就打得动我了。不能开大，其实我不开大随便游泳，开大就不好游泳。管你枪，我不是管他了吗？啊、哦，你说对面没人管你枪，我在管他呀。怎么不开大？不必要开大了，开大开个头意义也不大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